心理关注不会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龙哥哥。大家知道在 SCP 基金会系列游戏中有一个 SCP-6789， 它外观长得像汽笛人警笛头，能使用无线电广播模仿和入侵的警报。那么 SCP-6789 到底是不是汽笛人警笛头呢？龙哥哥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生物，因为汽笛人主要的特点是捕杀人类，它不像 SCP-6789 那样模仿和入侵警报骚扰城市。汽笛人被描绘成一个高40英尺的骷髅，长着有警笛的头，能够发出令人不安的噪声，包括警笛声、奇怪的音乐、警报和人类对话片段的。汽笛人通常出现在森林茂密的区域，它能模仿亲人的声音引人注意，让人掉入陷阱。由于它的腿像瘦长的树木，人们容易误以为它是树。汽笛人是一个非常好斗的捕食者，经常随意砍倒树木，危险性极高。它会长期保持静止状态，等待不幸的人靠近，利用自己的伪装技能模仿声音等躲避其他危险生物。它会发出警报声音，阻挡受害者的尖叫声、求救声。汽笛人偶尔还会出现罕见的大规模杀人战术，它可以让许多人死于耳膜和软组织的爆破，但进行大规模破坏行为的原因未知。它通常只跟踪人类杀死一个人或者几个人。可以说汽笛人是最恐怖的森林猎手了。汽笛人是加拿大艺术家特雷弗创作的虚构人物，但现在汽笛人传说被带入了许多游戏作品中，包括 SCP 基金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收容者。但 SCP-6789 只是外形像汽笛人，特点和嗜好则不同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，关注超神龙哥哥，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。